大家实战怀旧儿童与学生的家长，今天我来大家写老师的侦探入室报告，他们不但不理睬我，反而把我铐起来啊，请大家看清楚啊，我没有别的事情啊，我一没有胡讲，我又不是神经病，我理智非常清楚。 OK， 好的，大哥跑走过来。如果双休呢，也到下面接待室，在我通知双方的部门主管，包括老师等的啊。我怎么呢？正常管理。我们教室太多，不是你打的萝卜的。我明天过来。